Seventeen 将在下半年带着新作品回归，今天展开一系列的活动与粉丝互动。资料三日 ，Seventeen 所属的经纪公司却无预警宣布，成员傅盛宽将暂停演艺活动，引起粉丝关注。根据官方的公告内容得知，成员盛宽因状态不佳，在近日前往医院进行检查，经医师诊断，盛宽需要充分静养和休息。虽然艺人对于参与活动的意志非常强烈，但我私认为应根据医务人员建议，短期内专注艺人的身体康复。最后更宣告盛宽将无法参与2023腾讯音乐娱乐盛典、中国粉丝签售会、Seventeen Tour Follow to Seoul 等今后的行程，同时也承诺粉丝会确保盛宽以健康的面貌回归。而消息一出，让粉丝心疼，表示盛宽啊，好好休息，我们会等你回来的。